昨晚把自己的放的。
我拿一个过来。 你得在那陪你。 上来了吗？
好嘞，开始。 Thank you.
power is going to do.设备搭建起来以后，首先要先把电源接入到电源箱中，然后打开电源箱，然后这一排端子是设备的进线端子，其中黄色是采用电源是三相五线制，然后黄线是 L1， 绿线是 L2， 红线是 L3， 这是三相，然后蓝线是中平线，是零线，然后这个双色线是地线，是三根相线，一根中平线，一根地线，三相五线制，对应的 RST， 二是 L1，S 对应 L2，T 对应 L3，N1 对应的中平线 N， 然后 P1 是接地线，还有一组是灯线，是设备照明用的公用的灯线，然后采用的是它是单向的，是。红色是相线，黑色是零线，接在这排段子上的，这有标号，写着 N3 和 3L3 是火线相线， N3 是零线，然后接好以后关好电源箱。然后接好电源以后合上主控开关，松开机停，合上主控开关。三个指示灯亮起，代表电源已经进入配电箱，然后旋转钥匙开关，向右旋转钥匙开关，运行指示灯亮起，代表着系统上电成功，然后这个是控制照明，然后照明和插座输出，然后这个控制三相电输出，然后这样上电成功，然后断电就是拉下这些，然后拉下这个断电。一排的大型的小火车，你看这个。